待业青年就业不要慌，桃园县政府推出桃园青年安心就业站，提供涉及桃园大专毕业待业青年及事业单位就业媒合奖助，待业青年符合资格经媒合成功，最高可领21000元就业奖励金，事业单位雇用满6个月可获10000元奖助金哦。桃园青年安心就业赞，详情请上桃园乡亲就业英网。